宜兰浊水溪，宜兰通往罗东，这条溪以前叫做宜兰罗水溪，宜兰浊水溪，现在被改名称为南洋溪。底下有五座桥梁，这一座是现在的铁路电气化的桥梁。这一段是日治时代，日本时代就已经盖了铁路的铁桥。那日本时代盖的时候，这个同一个桥墩，同一个桥墩上面呢，一边是铁路的铁桥，一边是公路的桥，它共用同一个桥墩。那这边公路的这边呢，它的桥墩上面这一段也是铁做的，也是钢铁做的，不像现在的这个桥底下全部都是用水泥做的。好，包括刚才那个电气化的火车那个铁轨也是一样。这是最早的日据时代，日本时代的时候的一个桥墩。这边是公路的，旁边这边呢是铁路的。那后来这个公路当时单行道，你要经过这个公路的时候还有红绿灯管制。后来呢，就在这旁边再加了一条车道，就变成双行道。就变成双行道，到后来呢，这个车流量越来越大，现在改成这个大桥，南北的两座桥墩，一个是南向的，一个是北向的，每个桥墩上面都有三个车道，总共有六个车道。这就是宜兰浊水溪桥的演变的情形。刚才是桥墩，现在是桥面啊。我们看啊，最左边这就是现在电气化的桥墩，电气化火车桥墩。第二个桥墩就是日治时代就有的这个火车的桥墩。它这个火车的桥跟这个原来这一段桥单行道的桥公路的桥，然后旁边那个危险桥梁禁止通行，那边就是再加盖又变成双行道，然后现在最右边的这个就是现在的公路的桥梁六线道，南北各三线道。新的火车桥，旧的火车桥，旧的公路桥，旧的公路桥再加宽的部分，新的公路桥。
这个心绞是更正是六线道，其实也算八线道，因为它有三条，有六条是汽车用的啊，最旁边的各有一条是摩托车、机车用的，所以连这个机车道算起来，应该新桥应该是八线道。铁轨上面居然长出香蕉树，
Thank you.